虽然魔方比赛节目竞争激烈，前六强要来争冠军宝座，第一名、第二名只有4.5分的差距。爱情的车车袂当放袂去，心爱的在倒位。以费玉清唱腔走红，在知名模仿比赛一路领先的林俊逸，目前排名第一，将和 B-box 大魔王 Echo 一较高下。第二名的 Echo 目前是9.9分，以0.45分之差和林俊逸的10.35分缠斗。比赛中年纪最小的舞蹈好手凯蒂，目前以9.5分排名第三，和第四名擅长模仿洪金宝的大凯只有0.5分的差距。为了生活可以忍，但是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。我是洪金宝。除了这个功能之外，我还有365升降梯。另外，以脱口秀获得民众青睐的大飞目前排名第五，还有第六名是有歌神称号的杨升达。经历5个月的激战，六名好手即将分出高下。念你吧，念你吧，念念念念念你吧，念一个吧吧。中央新闻张哲如、林文婷台北综合报道。